戏。好啊，对啊，你说你的车 要做公益，怎么知道我们？之前有看你们有做公益的那一个，对，所以你就要把车开来这边当公益就对了。你说本来你的车换新车嘛，啊，本来是要卖50,000嘛，就换新报废，对，你就要把它捐出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做公益这样，对，对，车交给我们手上就是会有整理的费用嘛，要做公益没错，结果车子坏掉害人家掉价，对对对，是害到别人，不是做公益，所以找你们是最适合的，因为你们一定会确认车子后。才会出去整理好，你想把这种车想卖给哪一种需求的人？因为它是一台 Escape， 比较耗油，通勤族可能不适合，因为我是因为台北桃园通勤实在太耗油了。对，因为 Escape 这种车是好开的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真的是耗油一点。如果是做公益，我想可能适合那种家里有一家大车，也许可能不一定有预算买新车，买这个可能是因为真的。娃娃车直接不用手，直接就好，非常 OK。所以有个重点的，如果是刚出社会的人，那拿捏一下，对，因为油钱可能会是你的薪水的大概1/3或2了。如果你20,000多，摊开通勤，可能一个月可能就随便在5-6千块应该要。那就谢谢你啊，我到时候啊再把它整理好。大概了解，小志有一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整理好，我们会把这个把钱捐出去，到时候就用你的名义，没关系，我用小志汽车跟你的名义这样把它捐出去。可以的话，捐给那个跟小孩有关。小孩家福蛮好的，对，那 OK 啊，我们就做公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去看一下车子。高雄的嘞，啊对，啊，去到高雄，啊，人会讲我是韩国语，啊，讲我是高雄车，我卖哦，我做韩国语，我科批啊韩国语，我高雄车啊，我台北车啊，我两个车拢是我，好不好？我咧我应该算中档啊，算中档对吧？我好小看的车，就是使用过痕迹嘛。因为咱来路测赛况嘛，车有啥问题？做公益，卖公规矩的，结果还能掉价。公益就是要做好的，不是出去害人家。刚刚开都没卖，哇，这边底锅啊，你胖没吧？没有好很多，那我稍微看一下，大概150,000左右，有没有？走弯嘛。车屁，上牌啊！你摸就发动机啊，我讲要插桩，排档怎奈无位？不是，伊伫遮啊。哇，八股前进，已经开用，手动较大，8/5哦，对吧？哇，眼睛看，比较精力的，比较精力啊！咱这基本哦，精力好，基本可能较关注出啊，但是哦，咱卖红轿车啊，较侪多啊。天窗呢，真正啦，有家庭去外口露营野餐，这门拍开，竟然有足欢喜。但是行驶中别头别再遵守。啊，这台车本来就耗油嘛，它原本设计出来车比较重，福特你有知影，眼睛较大，咱来看一下眼睛一下。看起来还 OK 嘞。去年换过那个水箱。全新的，因为水箱漏水，最新换掉，换了贵。啊，电瓶是上个月换的，我大概我经手4年就换这两个，全内拢无换。伊本来开几台啊，大刚通勤，刚刚 OK， 结果新车开了，即摆开几台了，讲，我当初那我都忍受，我去控了咧。嘿，伊阿公会当得你啊？这样的底盘怎么办忍受？开久了习惯了，我的车新车到现在都没换过东西，都是这样正常。嗯，不然接到的时候就知道要修理很多，东西都没换。如果你有电机回去原厂保养还 OK， 有些就是只换油而已，其他都不换的就可以搞搞啊。我你往天线可以当天线，也可以当前面那个标杆，看那个前面的卡槽。他现在哇，看国旗，以前都是国旗的。他原本这个你知道什么吗？接管队点几个安尼吼。连住的，连到这里，这样有个很帅的，刚刚有水箱护罩这样啊，后面就有，前面已经掉了，到时候那个把它拆掉。你看这个能轰小狮子，你看，哦，简单的，它比较厉害，你看它用这个假的，厉害不？没办法哦，这个啊，那时候就是感觉上这个比较越野这样，哇，就用了嘞，然后再这样真的蛮大的啦，就像真的啦，如果家庭用车就娃娃车可以直接就丢上去了这样。当时那个音响都有升级过，你看后面都有枕头了。啊，现在那个还可以用。我猜应该不能用。我问一下车主，应该不能用，但是还可以用吗？啊，都可以用。哦，还可以用哎。啊，但是主机的屏幕色差也是哦，线路要自己重接。那你，那你要给我们保护吗？啊，没有啦，不用不用，那就交给我们把它处理好。谢谢黄先生的友情赞助啦，到时候那个小狮子有一个就是要包个红包给他，人家本来可以赚50,000的东西，对，然后热心公益，我们还是要给他一点红包这样，对对对，一起做公益，好，一起做公益啊，好，再次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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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 ，Day two。耶、yeah, ，今天哈要跟客人直接约去接你站过户。刚刚灯套不亮，我把它修好了。现在验车啊，连牌照灯啊，好这都要亮。我先去外面民间的先验完车，先去处理了。验车验完，看那边干米站，跟人家约过户。因为一早泰山还没来，所以我自己
先去验车，因为这等一下我去那个监理站跟客人会同，拿他的资料去国库，所以他要坐公益的车验车。顾名思义哈，你看就是验全部的灯光、方向灯、刹车灯、小灯、牌照灯那些都要亮，还有他们现在啊，像这个里程数啊，后来他们都会用手机，他们再多个拍照的这个动作，这样就没有争议性了。那因为这个来验车，其实这个也没有说特别要去说明啦，因为验车也没什么。外面的房间一定比较好验，如果你灯泡不会亮，他会帮你换，跟你收个灯泡的费用。你去监理站也可以验，只是说你灯泡不亮，他不会管你，你要回去修理厂修好再过来，插在这里而已。好，那等一下就去验完车。今天天气阴天。好，现在要来验车了。你看，现在都在戴口罩。哎，对。验车就很简单。好，10点以上的，第一次就是450，第二次的话就是300块。啊，现在你看车在这边，然后就准备开进来了。这个是平衡，你如果轮胎啊压过去，它会这样晃动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叫，有没有听到？这样。好，注意看哦，我再压一下。好，重量，我爬上去就知道我多重了。前面那个是刹车，这个会转动、滚动这样滚，是你的刹车的力道足不足而已，就这样。今麦咧验车，今麦送啥？看引擎号码。他们就是要看引擎号码、车身号码，现在要检查灯光、轮胎，等一下也要看。没有，我刚刚有讲，他们现在都在拍照，有没有？拍照存证。OK， 我检验合格。这是重量嘛？好，第二个是重量。再来这一个，这是试刹车的。前后轮都要试，好，你看，好，这样就合格了。你拿手刹车啊，它转动啊，会被拉着走，表示说刹车的力道就不够了，有没有？标准的，有没有？好，来，再来就是练第一次刹车，第二次刹车，有没有？哇，标准嘞，有没有？好，排气再验一下，这样就 OK 了。排气就是这一台，你看插在排气管而已，有没有？排气检验合格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验车就这么简单。谢谢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一个验车的程序了。好了，验完了，这台车开起来哈，大致上还 OK 啦。啊，底盘啊，引擎的部分还要再花一点钱。它的底盘啊，低空空啊，好，轮胎的声音好大声。我现在上一下高速公路，稍微开一下，就觉得好吵啊。如果开越快啊，越大声啊，这个不就是轮胎了？这个就是培林坏掉了，有没有？哦，哇，那种声音，这比别的牛怕一点。那我要开回去了，拜拜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要来过户了。我今天去多拍那个黑丝袜的，点击率就变高了。因为我们是外观黑，是黑丝袜的关系。你们去差不黑点，我起码一级就完了。离百万不远了，差90万。本来差98，现在已经进步了90万。就变90万了，现在要去缴税。已经缴了。刚刚忘记转移保险，所以现在要去转保险。办好了，好啦，等一下去最后的过户的箱而已。耶，过好户了，再就是开啊，准备就是处理做公益的事情，就是要把车子处理好，才可以做公益，不然会害到别人。谢谢。他可以旧换新，本来是可以卖钱，他连一毛钱都没有拿，给我们做公益啊！谢谢，要把这一期可以处理好的车子，好给下一位的车主这样。好，那完成了，拜拜。黄花，刚刚这个好，马上黄花了。步步高升，立马哦，刚刚黄花。
百万点阅率，从二零的话，到二零年，好，凹了去，凹了去，两百块的，好，大号，大号，好，就有抽奖，过来卡掉啊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幸运号码，谢谢，幸运号码，我跟他去丢拜啊，你在哪？如果多年多年来凹的景点，只要你避开些。零三或零八，靠着 BI 附近的，他会逗啊，对吧？准不准？移动就够远。条刚中三的，零三的送零四，零八的送零七，给了逗啊，哇！三个一样的奖金，数字越大，机会就渺茫。来，三个一样，三个完全不一样。刮出的金额的五啊，哎，五嘞，还三个哦，三个。哎，你刮出一个，他要可以接零啊，就是这个啦，啊，还没到，这个跟这个是同一个的啦。我是讲掏出奖金的五，我想，哇靠了，干死了，我就觉得没有了。干，有哇，对咯，嗯，好嘞，好嘞，刮出阿伯啊，哇，好，耶、我们真的做公益了，耶、好，你想崩不来上，谢谢咯，好，开饭，那不然他饮料零八喝，不会饮啊。